继上次我老公买榴莲之后啊，他买那玩意儿真的啥不是，我不用它了。我今天自己买了一个，看这型如何，看咋样？98块钱啊，看看能拆出几房肉来。这大姐都帮我撬了一下子了，怕我掰不开。嚯，还行，有点好像有点没收好，感觉还可以啊。哎呀。这个白白，我自己挑它，我也能挑。妈，这肉也太少了。这里边还有一房，它不大啊，这因为买的这个榴莲本身它也没有那么大，但是我感觉我选那个比我老公的那个强。这还有一房，没有了，空壳子了。这不还有一块吗？哎妈，啥眼神？拆这个榴莲拆的媳妇醉啊！这还有一块呢，你瞅瞅的，要给人扔了，这还了得？哎呀，也可以了，相当不错了，也算是哈。98块钱，拆了好几块肉呢。有一点点硬。哎呀妈，这盒太大了。这盒吃一口吗？闻闻那臭了，还你。